準啦，大家好啊，我是 HGC 橫店特派專員 Cassie 啊，今日咁早嚟到總部咧，有咩搞呢？跟住我睇下啦。好似已經在做緊嘢啦喎。早晨啊，基哥，早晨啊，哇，基哥好忙啊，我哋唔好阻住佢先。咁今日咧，我哋仲會有呢啲任務啦，究竟係乜嘢呢？Hello， 基哥，我哋今日有咩任务啊？送电脑。哇，送电脑去学校，系咪之前都送过噶？送过啦。除咗我啦，呢、這个特派专员之外咧，你仲有一位 partner 噶、哦。我哋嘅广告车。冇错啦，我哋嘅 HGC 环电货车啊。依家我就跟住基哥咧去同佢 partner 见面啦，噔噔噔！我谂到我自己嘅新名啦，就叫做跟得专员，因为我完全摸唔到基哥手啊，我就跟住佢尾嘅啫。哇！我哋架车好型啊，非常适合做好事啦，今日。呢度系咪已经葵涌区啊？呢度清机，呢度再清机。第一站到啦。咁我哋就访问一下呢间学校嘅校长，睇下今次对呢个计划有咩感觉啊？是感覺到很被支援的，因為這個社會原來呢，即很多人呢都是幫緊或者是關心緊我們有需要的人士，這個是一個整個香港是彼此打氣彼此支援的感覺很強的。很感謝環電這個不單止是一個捐贈，甚至也是一份的教育，看到部這麼有型的貨車來的時候呢，哇，都真的遠超出了我的期望。哇！我都諗住有部 van 仔嚟嘅啫，點知係一部好有型嘅貨車，將我咁多部嘅電腦送過嚟。我睇到啦，你哋兩架車咁樣周圍去送電腦去學校啦，呢、這個係非常之貼心。多謝 HGC 環電。